下一个游戏，不要笑挑战。我不可能不笑的。你照个五分钟就好了，为什么一直要照到两个一个半个小时呢？我就把他那个手机飞起来，因为我飞起的时候，我就那个没有准备说他会打人，我以为他不会打人，因为他一拳就打到我的这个，下上巴。吃完一起糖拌拌，糖拌拌，美闪闪，亲朋都来吃饭饭。这个劲儿大，这个淹过了吧？别打了，不带这么玩儿。What？ 芥末饼干在这叫忽悠谁呢？在这里面有不是芥末，只不过你刚好去，不行，你拿起来就得吃。好，就这个了。好吃。最起码吃一半吧，不然你有点耍赖了。快，对呀，太耍了，吃一半，扭一扭，舔一舔。很好吃，很好吃啊，这个。好油。好吃，不错。对吧？你来吧，尝尝吧。做都做了，尝尝吧，别客气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尝一尝咱家的曲奇饼干，蚝油味儿的、芥末味儿的、醋味儿的、菜味儿的。我要去休息一下了。来，我们派出一位工作人员来跟你比，你先说。天哪，好难啊！我一个都想不出来，我有腿毛。我也有啊。啊！天哪！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啊！我腿毛就短了一点，我有。我长发及腰。没有。我短发如初。我有啊。对啊，他有啊。我小时候短发比你还短。我鼻头上有痣。我脖子上有痣。我也有。我小时候砖头砸过脑袋。我也砸过。我有耳洞。我有脸。太难了，我没有啥呀，我有啥呀 ？I have a pen, I have an apple, apple pen。我有三层眼皮。皮了，皮了。我说一个肉麻一点的。我有椰汁。开始心动，我开始心动。给自己买的。不是，我椰汁粉丝的那个椰汁。行行行，在你我掰一个，我九个啊，你还有七个。我小时候是在水边长大的。不是，我有近视。那我太油了。真的假的？你有近视？对啊，我只是做了那个激光而已。啊，我知道。我小时候养过大狼狗。没有。你好弱呀、啊！我。完了，我刚想的还忘了。我有染过五颜六色的头发。我输了。怎么样？我有双胞胎舍友。啊？变成四个了。我有俩手机。我没有。我小时候学过长笛。
小时候学过口琴。学过。我小时候当过。你的事儿都是发生在小时候吗？妈呀！突然觉得我一无所有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一无所有。我有过打不到车，然后坐货拉拉去上班的经历。我有一个41码的脚。我大学学过吉他，没学过，但是弹过。算吧，我有1米1的腿。哇！妈，那尺子来量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小。我有徒手抓过壁虎。我有100多双袜子。你是蜈蚣吗？我有100多双袜子。你赢了。我小时候徒手抓过青蛙。啊？没抓过。好，他输了。再就是你成功。没有赢。怎么这么弱呀、啊？不再提前看了，就那俩了。挑战左手环过后脑摸右耳。对，这个很简单的，所以左手环过右脑。这太简单了吧？那这个很简单，两个手奖励嘛。用这些民族风音调唱灯牌吗？来吧。这些民族风怎么？在车窗外有，妈唱不了。在车窗外有一点红光，啥词儿来着？自己写的。在车窗外有一点红光，那是我们的信仰，那是我们彼此的信仰。在车窗外有一点红光，那是我们彼此的信仰。差点了，这怎么这么难啊？不应该啊。嗯。在车窗外有一点红光，那是我们彼此的信仰。啊，留下来，到这儿了。行，可以。啊，下一个你该抽惩罚了。这啥奖励呀？快几个？一共都没有5个，这里头有忍不住唱读歌词朗读啥呀？就是你要那个读，不能唱出来。哎，这还不简单？来吧，这个惩罚是吗？《甄嬛传》台词，对，全读错挑战。对，因为它原台词叫“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”，然后你要读成“对，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”。你给他瞎读呗，对，瞎读，那不简单。但是得串词儿，就是熹贵妃、思贵妃、熹通，熹贵妃思通，懂吗？就是串词。他走。用嘴和鼻子夹住吸管、筷子，唱一句歌。来吧。先第一个那个歌词儿，第一个歌词。好，完事了，还有最后两个挑战。他都没唱歌，也没有拿吸管或筷子，他在没有这么玩赖的。那小狗眼镜可爱自拍，或者他拍一张。好，结束。对相机做 wink 3次。3、2、1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大声点！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你爱我呀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要算一算。重新来一下。
前都不炒的。葫芦娃呀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朵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啦啦啦啦，叮当咚咚当当，葫芦娃，叮当咚咚当当，本领大。这太简单了吧！他，我们的大儿，大儿，大儿没有这个人啊。大儿，妈妈的好大儿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亲牵着心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庆典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，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因为他错开了，因为那个就是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个。下一个，发《甄嬛传》是《甄嬛》。来，三二一，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熹贵妃私通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宝子，我的娟子，我的娟子怎么成这样了？皇额娘，她吸了推娘娘，她吸了推娘娘。剪头，本宫秋好痛啊！嗯，脆嘴，打烂她的果。啥意思？这是？全都不懂。对，你让他念就完了，没事。是脆果打烂她的嘴。对，然后。因为是全读错挑战，所以变成脆嘴打烂他的果。脆果打烂他的脆。你说你。另外啥？用吸管夹夹哪个上班，然后穿上。夹着上班。唱歌，这是啥？根本就张不了嘴，好吗？大家一张嘴，呱！咣！吓人！爆跳！这挑战能有人做得了吗？是。不行。嘟嘟嘟嘟嘟。你要唱歌，嘟嘟谁都能嘟嘟。你是我心中最美的音，你这不唱？你那是仰着。我知道怎么让它固定了。啊，你不痛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你是我心中不变的云彩。小弟佩服佩服。好，结束。离谱。离谱。夹不住，更夹不住。你为什么可以夹住？好吓人啊你！你是怪物吧？那你站树上也能夹 ？Oh my god！ 我不行，这很好夹。是怪物吗？结束，结束，结束，收。好，挑战失败，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